主料，南瓜大哥，辅料，鸡蛋，淀粉，面包糠，盐，准备时间，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，10到20分钟，南瓜去皮切条，放点盐腌一会儿，出水为止，准备鸡蛋，打散，腌过的南瓜沾于淀粉，再沾上蛋液，再沾上面包糠，摆好。等一会儿，五成热油下锅炸至金黄了，香酥旋落，蘸番茄酱吃，简直就是绝配。烹饪技巧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